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阿猫阿狗。然后呢，上一集呢，那说什么天狼星在我家门外走来走去，是不是啊？干嘛这样啦？好啦，我直接回鬼屋前面约翰的路走。五一，天狼星，你在我门口家门口吗？家门口没有啊？你在哪里？哦，天狼星真的在这，跟天狼星讲话。怎么了 ？Hello， 小弟弟，又碰见你了。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我叫做乐乐，不过我不是要来找你打的。哦，乐乐吗？我知道，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，真的还假的？不过如果你现在是个大人，你之前的行为可能已经犯了几条罪行。罪行？我犯了什么罪？妨碍国务窝藏犯罪，什么罪犯及殴打执法人员等等，好多、哦。如果你是大人，这些罪可以让你坐好几年牢。真的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有这么严重。别担心，我知道你没有恶意，所以之前我都当作在玩玩，没有当真跟和你计较。不过一些基本法律常识，你们小孩应该也多少懂，多知道一点。免得长大以后再说不知道就来不及了。不过天狼星警官，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做错。狮子王既然已经开始悔改了，就不应该再追究他。更大的问题是，天狼星，我在这，一切都和乐乐无关，自己跑出来了。我想过了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不能老当个缩头乌龟。天狼星，我正式向你自首，一切责任我自己来承担。狮子王很好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到时候我愿意到时候为你作证，尽量帮你减轻刑期。谢谢你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能够帮我办到。好，你说吧，不过必须是不可以违背我职权内能做到的。这个当然。我希望你能将大都市企业的那些坏蛋也抓起来，绳之于法。你不要告诉我你办不到。你们这些严谨平常抓我们这些小角色时都威风八面，然后对那些幕后真正的黑手却哼都不吭一声。这果然好了解现实状况哦。这样叫人怎么能够信服你们？狮子王，你别急。我其实也听到不少他们的传闻，不过因为他们没有直接犯罪证据，所以技术上是有困难的。首先我们必须有基本的证人和证据，你们是否愿意出来作证？这个当然没问题哦，有人证了。好，既然你们愿意，我也相信，我答应你们，我开始着手调查他们的犯罪事实。天狼星警官，那你是愿意帮助我们了？当然，肃清犯罪本该是我的工作。哦，那么狮子王，麻烦你先到镇上的警察局好好待着，别乱跑。没问题，既然你愿意遵守承诺，我当然也乐意配合。乐完，你们呢？你们自己决定接下来要怎么走吧。老大，我们愿意跟随着你。要去坐牢，要跟随着老大。我们不跟着你，我们也没出去啊。很好，好兄弟，那我们一起走吧。乐乐，之前真的很感谢你，一直到最后，你都没有一刻要出卖过我们，谢谢你。哪里的话，我也对你们的决定感到骄傲。哎呦，自己去自首了。乐乐，木桶镇是我第一次来，你愿意帮我协助调查吗？当然。您愿意帮忙，对我们而言才真的是得救了。其实我很早就一直听说大都市企业派了不少坏人四处兴风作浪，狮子王、苹果等人都只是其中之一，苹果也是其中的而已哦。不过看起来目前镇上这些破坏活动好像都是苹果在幕后主导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应该先从苹果开始调查了。没错，我的朋友阿康正在监视苹果，我问他一下。乐乐，呼叫阿康。我是阿康，请说。你们监视苹果的情况怎么样了？
现在他正在祈祷路，好像又想干什么了。祈祷路，好，等一下我会和天狼星警官过去去看看。如果他正好在做坏事，就可以捉他。好，一有消息我就会立刻通知你。辛苦你了，完毕，完毕。皮果现在人正在祈祷路，我们过去吧。哦，天狼星和走狗加入。哦，装备一下。天狼星和走狗，哎，天狼星。哎，那我们去祈祷路。哎，祈祷路在哪里？我记得是在这边啊。早安一路，早安二路，早安二路，伟人纪念路。哎，祈祷路 J 传送。哎，我们到祈祷路了。然后嘞，在哪里？哎，这里有僵尸哎，好久没看到僵尸了。在大肠菌蔓延的世界，可能仅什么？可能仅是在一块面包上，却是我的最爱。在讲什么？听不懂了。哎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哎呦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喂，臭小鬼，你们跟踪本大律师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在镇上到处做坏事，我们当然要紧盯着你一点，好让你不能得逞。气死我也！这是什么小镇？每一件事情都让我这么不痛快。臭小鬼，我警告你，就算你是小孩子，惹火我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哦，还在笑哎？是吗？那看你有什么能耐，好让我下场不好。哈哈哈哈！小鬼，这还不简单？我可以先查出你家在哪里，然后利用法律设计你们，让你们的父母锒铛入狱，那你不就变成无家可归的孤儿了吗？皮果兄，原来你平常都是在这样整人啊，可真是让鄙人在下大开眼界。哎呦哎呦，嘴巴下巴要掉下来了，扶一下扶一下。天狼星，你什么时候？喂，谁叫你来这的？狮子王抓大了吗？他已经自首了，而且他还作证你也有涉及其他案子。喂喂喂，天狼星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那家伙是流氓，我可是堂堂大律师，流氓诬陷你岂能随便相信？好吧，就算我犯了法，那我是犯了哪一个法律，哪一条款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，倒拿出白纸黑字来给我瞧瞧。哎呦，少以为你是警察就。本大律师就不敢控告你毁谤名誉。哎呦，到现在还是死鸭子嘴硬。皮果兄，免了吧，我也是法律博士毕业的，你那套法系对我没有用，省省吧。天狼星也是法律系毕业的哦，法律博士。什么？你就我刚才所见，你已经恐吓小孩的现行犯了。哦，我现在要以恐吓小孩的现行犯逮捕你，你乖乖跟我走吧。天狼星，你是给我玩真的吗？保镖们，给我教训那些家伙。最佳一项妨碍公务，你还要再玩吗？你混蛋，我们走着瞧，我们慢慢走着瞧，我们就慢慢走着瞧，要慢慢的走着瞧。史皮果，你别想绕跑。哦呦呦，红山虎汉就这样追过去哦。两个保镖有什么好打的？我看一下天狼星，不是，我要看天狼星的技能哦，什么精神斗气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一招哦，我吃过亏了。那走狗嘞？走狗没有特殊技能。两个保镖果然小嫩逼啊！天狼星，我有天狼星在我旁边呢。电话又打来了，这里是乐乐，请说。怎么每次都打来的这么刚好啊？乐乐，我们追皮果，可是他好像逃到教堂里了。好，我们立刻过去支援你。完毕。教堂，天狼星警官，皮果逃到教堂去了，我们去抓他吧。哦，教堂在这吗？不是，教堂在哪里？教堂，找到了，我们去教堂。教堂哦，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？在那边偷偷笑，谈情说爱哦。阿康，皮果人呢？对了，我们看见他逃进去，但不知道那家伙躲在哪边。他不就可能躲在教堂里，也可能躲在坟场那边了吗？对啊，我和红珊瑚就是怕两边都顾不好，所以只好等你们来过来了。哦，乐乐，我想我们可能得兵分两路，我到坟场去，你到教堂那边去看看。
然后走狗，你留下来看住，什么留下来帮他们守住出口，不才绝对不准让刚绝对不准让刚才那个家伙逃出去，明白吗？汪汪，原来这只警犬叫做走狗啊，好有趣的名字哦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幽灵猫？咦，幽灵猫，我没召唤你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乐乐啊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怎么了？就在教堂，我们过去。好，当然没问题。兵分两路，怎么了吗？幽灵猫怎么了？幽灵猫就这样跑出来了，好神奇哦！怎么了？怎么？幽灵猫也要祈祷？皮果好像不在这，应该逃到坟场那边了吧？怎么了？乐乐乐乐，你待会会遇到恐怖的敌人，然后呢？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，一直等到现在，真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你要对付那个敌人，你要把他带来这个地方，这样，就这样，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先走了，先走了，召唤幽灵猫回去了，我没有召唤幽灵猫的技能了吗？幽灵猫回去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惜哦。那一个好强哦，皮果好像根本没来过教堂，他应该在天狼星那边吧？喂，乐乐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现皮果的踪影？还没，他可能在躲在坟场那边吧？喂，我们就独自去了坟场。喂，到坟场地下室吗？好像有人的声音，这什么声音？天狼星看我。皮果怎么了？皮果，我再最后重复一次，不要再挣扎了，我已经彻底打赢你了，你乖乖的跟我走吧。哎呦呦，这什么东西？老天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墓穴底下竟然有这种奇怪的瘴气！天狼星警官，你跟我一样可以看见那个恶魔吗？那是恶魔附在皮果身上的。从很久以前就存在。喂，别跟我讲一些非科学的话，这只是世界上根本没有恶魔这东西。那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哎呦，恶魔希尔，不对，情况好像不对，恶魔希尔那个墓园里面的那个吗？阴气，所以变得更强壮吗？他的力量好像变得更大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点都不符合科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狼星又怎样了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鬼啊，有什么神的？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？这一定是墓穴的空气太糟，所以我才产生这种幻象。哈哈哈，没错没错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科学不能解释的，真是明白的科学控啊！一拳打倒天狼星了，一拳打倒了，哈哈，小鬼。这个叫天狼星的笨警官说的对极了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神，那些都是骗人的。不但没有神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真正善恶，真正的善恶，善就是恶，恶也可能就是善。所以我最想教训的就是你们这些假装一副很正义的样子的笨家伙。你胡说，谁说没有善恶的？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们每个人大家其实都晓得。像你看，像连狮子王这样子的人都有，还有良知，只有你们大都市企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不顾别人的死活。良知，良知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几个字，笑死人了，为了别人就叫做良知。怎么了？我最讨厌小鬼一副什么事都想得很天真的样子。今天我不把别人踩在脚底下，别人就会反过来把我踩在脚底下，所以这根本就是正当防卫，正当防卫啊！要开始跟鬼打了，这太强了吧！我们要引诱鬼去那个吗？引诱鬼去那个，去教堂。快跑！他追过来了吗？那么刹车，想逃上啊？
你以为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？嘿嘿嘿嘿嘿！哇、哦，那都是幽灵吗？早期的人。等一下，那小鬼该不会想逃到教堂？呵呵呵呵呵呵呵，笑死人了！你以为我不敢进去是吗？我就打准你不敢进去没？呼呼呼！老子今天便进去给你看看，吓死你！哦，追过来了！哦，我们也逃到教堂了。那阿康和红珊瑚怎么没看到？哎，真梦，真梦怎么在这？真梦，你为什么会在这？外头有一个很可怕的恶魔，你还是先离开比较好。来了，来了，恶魔！呵呵呵，臭小鬼，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，对吧？你以为你跑到教堂，我就不敢进来了？想得美，混蛋，哎，蠢蛋！告诉你，你们人类早就被神放弃了啦！神他早就不是，早就已经不管你们的死活了啦！想想，如果神真的关心人类，那么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吗？你们已经没有神的力量了。我真的想看看你们能拿我如何？哦，真梦变天使了，大天使，真梦，这个翅膀还变大了，大天使复活。你错了，恶魔，神从来没有舍弃过大家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善良体贴的心，神又怎么会去帮助他呢？那他又怎么能真的感受到神其实是多么的爱他？哦，你真的是天使，太帅了！不要，我不要再回去那个地方。哦，大天使，哦，大天使的复活。对不起，恶魔，为了大家，我必须将你送回去。去了几个小时后，怎么了？皮果在里面，其他人在外面打牌，太好笑了！放我出去啊！我是皮果大律师啊！你们怎么可以关我？狮子王，我已经救过你好几次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！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我要控告你们刑求啊！只是关在里面而已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喂，苹果，你平常不是最爱别人坐牢的吗？你给我有种一点！我不要，我是精英分子啊！坐牢的精英呢、啊？同一时候，警察局大厅，哎呦，乐乐，谢谢你在我刚才胃溃疡发作的时候通知警察局的人来逮捕苹果。胃溃疡发作就是不愿意承认看到恶魔。天哪，真情况，那不是胃溃疡，是恶魔攻击你的啦。不要跟我说那些不科学的话，我很早以前就有胃溃疡。可惜的是，虽然抓到苹果，可是他现在一直在哭闹。很多大企业的恶行从他那都问不出所以然，问不出来也没有用，大都市企业的坏人太多了，你抓不完的。我当然晓得，但至少我必须尽量去阻止。身为完美的警探，绝对不能坐视犯罪不管。还有乐乐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由我们大人来处理好了，你们小孩别插手了。可是刚才肥克都有告诉我了，说你没有去上学是吧？小孩子的本分就是努力上学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上学真的好无聊，而且我现在能做很多对大家有益的事，对大家贡献不是也比较大吗？乐乐，你这个想法我很不能赞同。人类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，你想想看，今天农夫不种田，商店不卖东西，警察不抓坏人，那么社会就会无法正常运作，你明白吗？这我知道，大家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这个社会就能发展。
所以你应该回去好好念书，尽你的本分。大都市的问题是我们警察与政府的责任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处理吧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乐乐好叹口气，要回去上课了吗？其实乐乐其实是坏小孩，不上课的坏小孩，是不是？哦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要回学校了。乐乐，刚才天狼星讲的一席话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之后的事交给我们大人就行了，你可以不要再插手了。乐乐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要告白了吗？好啊，什么事情？刚才我在祈祷暂时恢复天使的事，暂时恢复成天使的时候，听到了神儿那传来的声音。真的，他说什么？他告诉我，夏格里拉火山要爆发了。什么东西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破坏了自然平衡，所以火山爆发是迟早的事。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就……好，我明白了，我立刻通知他们赶快去避难。我知道一条秘境可以到魔王路那，直通夏格里拉。我跟你去，乐乐。不可以，那里很危险。可是我想，为什么要脸红？爷说了，我绝对不会答应你，你不可以跟过来。被拒绝了。魔王路，嘿嘿，乐乐，好久不见，你要去哪啊？闪妖侠，事情不好了，真梦他遇见夏格里拉的火山要爆发了。是什么？可能连山脚下的大都市也会受到影响，是吗？我的七小还在那，如果这是真的，可大事不妙了。现在我们就过去通知大都市的人赶快避难。如果可以，请赶快用电话通知你的亲人朋友，叫大家赶快离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事不宜迟，我这边速去通知他们。哎呦呦，闪妖侠跑掉了，白内裤的闪妖侠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直达夏格里拉去。去山路吗？不会要重走山路吧？这段山路要重走哦，重走，不是吧？喂，那个嘞，黑武士，你怎么没有出来？猪猪，天堂与地狱开始忙了。黑武士出来了。嗨，乐乐，山上好玩吗？黑武士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哈哈哈，我打老远就闻到你的味道了啦。对了，我看到有一个女孩跟在你的后面来了。而且还被坏人缠上。什么？真梦？难道是真梦？我去看看。我也一起去。怎么了？什么？真梦？喂，小女孩，你不要给我们太不识相了。我只是要找那个叫乐乐的混账小鬼算账而已。你在挡着我们的路，可别怪我不客气哦。我正赶着去大都市通知大家火山快爆发的事，现在一分一秒都很紧迫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。真梦，真的是你？真梦真是不乖啊。真梦，快过来这里。臭小鬼，你们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我们的上司皮果托尼人福现在被害得好惨。你害我们不但领不到奖金，还被公司警告要将我们炒鱿鱼。我要将你抓起来，刚好可以将功赎罪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必须赶快去通知大都市的人，火山要爆发了。如果火山爆发，你们的亲人也会受到波及。少拿这种白痴的谎话，你想我们会相信吗？管他这么多，我们之间的账早就得他结，早点得他结了。大家上扁他。真梦也有，真梦，你竟然打真梦，你竟然打真梦，真梦不行了。而且我发现真梦的那个集气条从来没有跑过，他到底来干嘛的？而且还有999的魔，999的体力，这么夸张哦，比乐乐还多哎！真梦不要再哭了，我们打赢了，噔噔噔噔噔，我们打赢了。然后嘞，谢谢你帮忙，黑武士，还有真梦，我不是叫你别来吗？为什么你还？因为火山随时都要爆发，我不能让你独自一个人冒险，所以这就是爱。算了，我现在总不能叫你一个人回去了。乐乐，
我从刚才就，你从刚才就一直说火山爆发的事情。我们最近我们山里的动物都在骚动，应该和这个有关哦。连动物们都察觉到了吗？乐乐，这么危险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要过来？其实我跑来是要通知那里的居民，叫大家赶快逃走。原来如此，我陪你去吧，山上可能有很多危险的敌人。谢谢你，能有你这个朋友真是太好了。哦，黑武士加入我们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咯。哦，赶快冲去夏格里拉。哦，真梦跟在我旁边，不晓得为了什么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